58 身体的部位我画一个男人首先是头部那个男人戴着一顶帽子看不见头发也看不见耳朵也看不见后背我画眼睛和嘴这个男人跳着舞并笑着这个男人有个长鼻子他手里拿着一个棍子他脖子上也戴了一条围巾现在是冬天而且天气很冷双臂很有力气双腿也很有力气这个男人是雪做的他没穿裤子也没穿大衣但是他不感到寒冷他是一个雪人